Katrina Hucker。这是美国选手哈克，哈克在今年全美锦标赛上是排在第六，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四大洲的比赛。年龄很小，今年17岁，也是刚刚从青少年组转向成年组的选手。短节目音乐来自于电影《爱情故事》。Katrina Hucker, United States。美国选手哈克，小姑娘挺有意思的。她可能自己对刚才这个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她毕竟是摔了一个三周跳。但是她呀，有很强的这个身体的柔韧的这个素质。我们注意看到她的这个燕式步有侧扳腿，就是手提刀的扳腿。还有无助力的燕式，他的双腿的开度也是很充分，将近180度。菲利普的三周这个地方，第一腾空高度低，第二距离比较近，他基本上是没有能够很好的有一个滞空的高度就落冰了，导致他摔倒。后面的动作很好，像后外接环三周、阿克萨两周做的都很漂亮。来看他的旋转，这名选手的旋转燕式步都是他强项。他在刚刚滑完的时候亮相的时候，眼睛啊就是瞟了一眼场，可能是场上，就是在看台席上，或者是一个什么更高的一个地方。我在想当时他可能看着那个地方是不是坐的一位他很正在密切关注他的人。一会儿我们看一下他的眼神，他很努力地去表演了，也很努力地让自己沉醉在爱情故事的这种抒情的音乐当中。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运动员比较小，在场上呢还是努力的在想动作，所以可能在情感表达这方面上呢有一些分心。每次比赛结束，我们都在听他教练在跟他说一些什么，主要指出他刚才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哈克这名运动员在今后还是有发展潜力的，但是前提是他要提高跳跃的稳定性。其他的像他的步伐、他的滑行、他的旋转、接续步做的都不错，28.35的技术分。他要是刚才那个菲利普三就不摔的话，还这个成绩还要靠前，22.51。节目内容分，毕竟才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比赛，成年组的大赛，摔了一次最佳扣掉一分，得分49.86，这个成绩在现在排在第三，这个排名应该说还是比较靠前的了，因为呢，他是第20位上。